我和我上铺富婆闺蜜的日常，掐指一算，我得半个多月没吃螺蛳粉了呀。小浪，月底是不是没钱花了？给你发点零花钱，顺便给你发点六月份的零花钱。iPhone， 我爱你的心情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。要不咱俩结婚吧？一边吃你的东西去，我喜欢帅哥。这螺蛳粉真是只闻着就要流口水了。吹爆这个米粉特别秋弹劲道，配料也是超级良心啦。最无敌的是汤汁，超级浓郁好喝，酸酸辣辣，每一口都让我魂牵梦萦啊。螺蛳粉吃完了，就是还没吃饱，再来个我最近发现的神仙麦片，贝小厅的酸奶果粒烘焙燕麦片。哇，这料也太多了吧，闻起来贼香啊。三种酸奶块加四种水果干加五种谷物，随便挖一勺都是满满的料，直接嚼着吃就超级过瘾，还可以喝酸奶一起吃。酥酥脆脆的麦片搭配酸奶，是所有女生都爱惨的味道，而且非膨化，热量也低，无色素香精最健康，饱腹感是真的强，减肥的时候很适合吃，整顿代餐毫无压力，吃上一小碗就能扛饿一上午，真正的好吃还不用担心长胖。小浪，你要永远做我的好闺蜜。那必须是肯定的，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？我突然发现我女生朋友好少啊，因为我太有钱了，关键是太白太漂亮了，所以女生大部分都不愿意跟我走在一起。我和我上铺富婆闺蜜牛 iPhone 的日常。 iPhone， 如果让你选高考700分和700万，你选哪个？那还用选，肯定是高考700分，我不缺钱，对钱也不感兴趣。虽然这道题很难，但假如让我选，我就选700万。为啥呢？哎，主要是感觉自己的智商不大行，就算考一个好大学也不一定能毕得了业。刚才的火锅面需要煮5分钟，趁煮面的空吃两个冰烤小蜜薯。这个冰烤小蜜薯虽然没加糖，但真的贼无敌甜，口感冰冰凉凉，一口咬下去还会爆汁的感觉。再给我的火锅面加上各种配料，然后再煮个2-3分钟就可以开吃了。哇，这个火锅面真是香到无敌啦！煮好后给它倒碗里。小浪，过会儿你去超市帮我烧一只雪糕回来，我把钱转给你。就一只雪糕，不用多出来的当跑腿费。iPhone 喜欢的小布丁一只1块钱，我赚999呀！这个火锅面真的太上头了，是我爱的宽面条，嚼起来超级劲道，关键是煮开之后量很大，加上地道的川辣火锅底，真的是完全吃到停不下来。蔬菜包超级丰富又新鲜，牛肉的块头也好大，这一顿吃的真是太美了。吃完火锅面再配个美年达，真是爽啊！今天的肉还没吃够哎，再来个能脱骨的卤猪蹄，超级无敌爱这种超级软烂的猪蹄，口感软糯嫩滑，巨香巨卤味。对了，再问 iPhone 一个问题， iPhone， 高考700分和7000万，你选哪个？那肯定还是不用选啊，肯定还是选高考700分，我真的不缺那7000万。中奖1000万是什么样的体验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幸运儿，中了1000万，税后800万。前两天放假回家，在等公交车的时候等得很无聊，于是就在站牌附近的店里随便买了20块钱的双色球积雪。结果核对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，居然中了1000万。去兑奖的时候呢，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捐点钱，我捐了50万，感觉突来好运啊，捐出一点积点德，也是为社会做点贡献。然后用20万先给我爸妈换了辆新车，又拿出100万给爸妈花。住我上铺的牛 iPhone 是我最好的女闺蜜，给她花了20万买了个爱马仕包包，然后用200万全款买了套房，留出30万做房子的装修设计，还办了张银行卡，里面存了200万，定期的一年利率是4.3%，利息86%，我很知足了，也够我花一年的了。办理业务的时候呢，工作人员小姐姐对我特别客气，临走的时候还送了我一桶花生油和一个电饭煲，特别客气的一直把我送到了银行门口。哎，有钱就是好，一直都想为流浪狗狗做点什么，于是就给附近的流浪狗救助站捐了10万，手上还有170万。然后呢，把购物车里以前舍不得买的全部都买了，想着接下来这100多万该怎么花呢。突然我听见 iPhone 对我说，小浪，快醒醒快醒醒，我们上课要迟到了。当因为心情不好而不想吃东西时， iPhone， 不知道为啥突然心情不好，也不想吃东西。两盒你喜欢的小龙虾，吃完5000块，来胃口了吗？ iPhone， 你太贴心了，还给我配了小饮料。心情好了，有胃口就好，赶快吃吧，吃完结账哈。哎呀，真不是我想赚钱呀，确实是想吃点小龙虾了。这个麻辣小龙虾实在是巨巨香啊，蒜蓉小龙虾也香到要命了。每只虾的个头都好大，而且每一只都有虾黄，虾肉特别饱满弹嫩，吃起来又麻又辣，无敌过瘾。一边吃一边剥，还能给自己剥出2串小龙虾来，大口吃小龙虾肉的感觉太爽了。iPhone， 我把小龙虾吃完了。看你吃的挺香的，多奖励你2000块。爱死你了 iPhone。 小浪，我给你做了份水果捞，你尝尝，还给你装了些其他
吃的。iPhone 做的水果捞看起来不大好吃呢，先吃个大鸡腿吧。真是只闻着香味就彻底沦陷了。里面是鸡腿肉火腿，外面包裹着的是巨香的鸡腿皮，里面的鸡腿肉咬一口会爆汁，乳香味也特别足。iPhone， 你做的水果捞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样子呢，我明天再吃吧。臭小浪，你竟然敢嫌弃我的厨艺，吃一口水果捞1000块，你干什么？iPhone， 我刚说完就试着尝了一口，它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真好吃啊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亲手做的。iPhone 吃完了，一共21口，是不是确实好吃？简直完美，不小心都给你转了10000，都收着吧。